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痛风是现代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，已成为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的代谢性的疾病。随着人们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的改变，患上高尿酸血症的人越来越多，并且变成痛风的概率也越来越高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痛风的成因。痛风是一种由于嘌呤代谢障碍导致尿酸产生过多，或因尿酸排泄不良而导致的血中的尿酸升高。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滑膜、滑囊、软组织以及其他的组织之中，引起反复发作性的炎症疾病。那么哪些人容易得痛风呢？我们发现痛风的人胖子比瘦的人多，还有长期吃高脂肪、高蛋白、高热量食物的人也是最容易得痛风的。经常喝啤酒、白酒、吃豆类的这种人也容易得痛风。还有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也容易得痛风。患过痛风的人都知道，这个病是非常折磨人的，痛起来的时候简直让人痛不欲生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治疗痛风非常好的食疗方分享给大家。这个方子也是一位老中医所推荐的，很多人喝了它痛风就没有再发作了。首先我们来准备薏米30克，薏米又名薏苡仁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，里面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，富含脂质、多糖、黄酮、三铁、生物碱、甾醇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的多种物质，具有健脾祛湿、利水消肿、提高免疫、增强抗炎、促进循环、镇静止痛等的功效，治疗痛风急性期和降尿酸的常用中药之一。在四医得效方中记载，薏米治九风湿痹，补正气，除胸中邪气，和肠胃，消水肿，久服轻身益气。薏米对痛风性关节炎有较好的治疗效果，尤其是在关节炎急性期，能够迅速地缓解症状，抑制各种核蛋白细胞的催化作用，从而改善关节炎的症状。薏米还能够抑制尿酸的合成，从而引起降低尿酸的作用。此外，它还能够促进尿酸的排泄，使尿酸在组织中的结晶轻度沉淀回血液，然后通过尿液排出体外，有效地净化血液，减少血尿酸。所以在调理痛风的中药中，薏米不但可以发挥它的利尿作用，排泄更多的尿酸，还能够利用薏米的祛风除痹的功效来改善痛风患者的关节炎症。薏米还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，有助肠胃蠕动，使血液的粘稠度下降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从而减少痛风、糖尿病以及高血压的发病几率，而且还具有较强的利尿作用，中和体内酸性的物质，增加肾脏过滤尿酸的能力，保持年轻的状态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15克的百合。百合是一种非常受到欢迎的一种食材，一般用于各种的养生保健的汤品中，给人们提供较高的营养补充。而百合的养生功效是人们钟爱它的原因之一。中医认为百合具有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功效。引起痛风是由于体内嘌呤的代谢发生紊乱，其发病的先决条件是血尿酸增高。百合性微寒、味甘，有滋阴润肺、清心安神的功效。百合含有的秋水仙碱能够抑制尿酸盐结晶引起的白细胞增高，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有特异的消炎镇痛的作用，所以百合对于治疗痛风有一定的帮助。先来把百合清洗干净，然后把清洗干净的百合和薏米一同浸泡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15克的葛根。从中医的角度认为，痛风是由湿热痰浊内生血瘀、肿胀、热痛或者是关节僵硬引起的。葛根味甘寒，是一种去表散药，它能通透全身，解除各种毒素，治疗各种的关节痛，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痛风的症状。而从西医的角度来看，葛根提取物有助于减少嘌呤合成和尿酸的产生，有助于治疗痛风，因此葛根对于痛风有一定的辅助治疗的作用。除此之外，葛根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在食用，因为葛根有很好的滋补的作用，
并且对于降低血压、血脂、降血糖也有非常好的效果。先来把葛根清洗干净，然后也浸泡备用。接下来再来准备车前草30克，鲜品用量可以用到30到60克左右。如果是干品，我们放15克左右就可以了。没有鲜品的，我们在药房里买干品的也可以，不过鲜品的效果会更好一些。看似不起眼的车前草，其实是一味很好的中药。中医认为车前草性微寒，味甘淡，归肺、肝、肾、膀胱经，具有清热利尿、渗湿止泻、明目祛痰的功效。据研究发现，车前草中所含的一些元素对缓解和抑制嘌呤淤积具有明显的作用。在本草会员中认为，车前草同舒筋药用能利湿行气，有促应之验也。车前草以及车前子不仅有显著的利尿作用，而且还具有明显的祛痰、抗菌、降压的效果，还有非常好的抗肿瘤的作用。车前草在利尿利水的同时，还可以促进尿酸、尿素和氯化钠的排泄，对缓解关节红肿、痛风有明显的效果。我们先把车前草清洗干净，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食材倒入养生壶中，再来加入1000毫升左右的清水，把它煮上30分钟的时间。制作视频不容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对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。煮好之后，我们把它倒到杯子里就可以饮用了。这个水我们可以当做一天的茶来饮用，痛风发作的时候饮用这个茶水，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缓解红肿疼痛的症状。平时喝也可以清热祛湿解毒，预防痛风，有助于我们排出体内的高尿酸，帮助我们预防高尿酸血症。患上痛风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，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预防痛风呢？一就是大量的饮水，每日饮水量至少是2000毫升以上，以增加尿酸的排泄。第二就是控制住体重，原发性的高尿酸血症一般伴有肥胖、糖尿病、冠心病等，常常认为和胰岛素抵抗有关，肥胖是引起痛风的危险因素，因此我们控制体重是十分有必要的。第三就是减少饮酒，饮酒是诱发痛风的常见原因，饮酒后体内的尿酸生成增加，摄入过多的酒精可产生大量的乳酸，使肾脏排泄尿酸减少，最终会导致血中的尿酸水平升高。第四，少喝饮料，含糖的饮料、果汁类的饮料、奶茶等，这些饮料中都富含果糖，过量的摄入果糖会导致机体的尿酸生成增加，还能抑制肾脏排泄尿酸，经常饮用可以导致尿酸的水平升高，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少喝饮料。第五，我们要做适量的运动，平时要积极的参加体育运动，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将对我们预防痛风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什么高见和生活经验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给大家分享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